為咗避免感恩祭嘅進行，呢度再次提醒各位將手提電話同埋其他響鬧裝置調節成音模式。多謝合作。感恩祭而家開始，各位請起立，進堂為我哋一齊咏唱感恩第529首，第529首《祈求聖神》。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啊，願天父同埋基督賜俾各位兄弟姊妹恩寵同埋平安。也賜給你。各位主內兄弟姊妹早晨。早晨。今日咧，我哋係沿用翻頭先咧已經介紹咗嘅這個嘅同道偕行。这个主题呢，你都作为我们祈求天主圣神准备呢第16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2021至2023年的一个主题，这个是求恩的弥撒。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求恩呢？在上面我们说离2023还有一个距离，还有很远，哦，不是这个主题呢，事实上面是有话方便大家听呢，是共义的一个同行。怎样共义的一个同行呢？就是大家有商有量，真的能够彼此之间是真的共同呢，是进退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个呢就是我们很需要今时今日的教宗就話方便我哋聽，我哋需要咧，大家彼此之間喺我哋嘅經脈嘅裏邊，大家要相通嘅，會話大家我哋會話，彼此嘅鄙藝，睇低邊個，邊個比邊個高，邊個比邊個低，邊個比邊個先，邊個比邊個後，唔係呢樣嘢，而係真真正正咧，大家係能夠反映我哋嘅意見，去俾翻。代表我們的主教，代表我們的教宗，好這樣大家共用參與和這個使命，就是我們能夠祈求天主聖神去啟發我們，在今天的聖言，在今天的奉獻的裏面，我們能夠好這樣參與這台的感恩祭。基督，你奉命灵到拯救参苦的人，求你垂怜。求你垂怜。基督，你来到召唤罪人，
求你垂怜，求你垂怜。基督，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求你垂怜，求你垂怜。完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爸，天主在天上过，永赐我的恩在世向你转。天主天上的光河，愿爱天主圣父，共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敬重你，召唤你，献扬你，感谢你。全能的上主，你明鉴人心，洞察人意，凡事知晓，求你显发圣神，洁净我们的心思念虑，使我们全心敬爱你，虔诚赞美你。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同埋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通读中途大事录，五旬节一到，满座和众人都聚集一处。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并留在他们每人头上。他们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那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犹太人。这声音一响，就聚集了许多人，都仓皇失措，因为人人都听见他们说各人的方言。他们惊讶奇怪地说：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里勒亚人吗？怎么我们每人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方言呢？我们中有帕提亚人、马代人、厄南人和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
猶太及卡帕多西亞、本都、定亞西亞、夫尼基亞和龐菲利亞、埃及並靠近基納乃的利比亞一帶的人，以及僑居的羅馬人、猶太人和反依猶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怎麼我們都聽見他們用我的話講論天主的奇事呢？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答唱會讓我們一起誦讀以下答句：上主，請你虛氣使大地更新。上主，請你虛氣使大地更新。我的靈魂請頌讚上主。上主，我的天主，你偉大無比。上主，你的化工破其凡號，你創造的萬物充滿大地。上主，請你虛氣使大地更新。你若停止他們的呼吸，他們就要死去，歸於原來的灰土。你一虛氣，萬物化生，你使太地今生復興。上主，請你虛氣使大地更新。願上主的光榮永世無窮。讓上主喜愛自己的化工。願我的祈禱蒙上主喜悅，我將常在上主內歡樂。上主，請你虛氣使大地更新。攻讀聖保祿中途至格林多人前書。弟兄姊妹們，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天主在教會內所設立的，第一是中途，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此外施行異能的、治病的、助人的、治理的、說各種語言的，眾人都豈能做中途，豈能都能做先知，豈能都做教師，豈能都能異能，豈能都有治病的奇思，豈能都說各種語言，豈能都能解釋語言？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福音前歡呼各位請起立。聖神，請你降臨，充滿你信徒的心，在他們心內燃起你的愛火。
个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来到了纳匝肋，自己曾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习惯，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并站起来要诵读。有人把以撒利亚先知书递给他，他于是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边写着：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以我向贫穷人传布福喜信，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耶稣把书卷卷起来，交给侍役，就坐下了。会堂内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他便开始对他们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以上是上主的福音。今天呢會重分大家要分享的時間，就是我們呢都是去可以說是一套的卡通來開始，因為呢我們這裡有很多小朋友卡通呢，如果我們說為什麼會用這些卡通呢，其實是我相信呢都有很多人去想過去構思，而且呢是有一個的寓意在這裡。咁耶穌咧喺當時佢用呢個比喻，我相信咧今日咧我哋都會話咧係耶穌都會用翻一啲嘅方法咧嚟去睇明白。好，我哋喺今日我哋會睇翻咧呢個嘅冰河嘅後冰河時代。咁究竟有啲咩嘢會出現咧？讓我哋咧係去咗呢套嘅卡通俾翻我哋睇翻下時間，就會話。说给我们听，在我们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会不会好像在今后我们传了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来说？等，还要等，不用。当然你说虽然是文化，今天呢就有因为护理去照顾包神父的很急地走过来，我准备是落准备开门神父，神父有没有 password？我要啲咩 password 啊？呢度嘅學校嘅 WiFi 啊，呢個嘅 password 啊，喂，咁我得喎嚇一樣嘢。咁啊，我咧就係我嘅 WiFi 咧就係天主嘅 WiFi 係呢個 Triuno Triuno 就係三位 ，Uno 咧就一體。password 係咩啊？信王攞嚟咯，呢個我就個 password。OK。如果我們能夠呢是真的要講回天主的語言的說話，我們真的要呢遵守行不行
Thank you.
雖然好簡單，幫去咗呢個嘅另外嘅客嗰度語言文化交流，我哋以為咧我哋引以自豪。呢、這個俾我哋會睇翻咧，就係睇翻舊約嘅裏面嚇，呢、這個包括語談。我哋人嘅一種嘅自豪、傲慢與偏見，我哋要建立起一個嘅文化。但呢個嘅文化咧，大家都完全咧唔通嘅啊。兩個呢兩個嘅人，佢話要建立呢個文明嘅時間，有冇通過語言一個？語言冇通，點樣去溝通？係咪？我哋睇翻下第一段嘅讀經嘅裏面，如果唔係靠嗰啲與聖神，去使到我哋合一去共融嘅説話咧，可能我哋嘅一個文明，我哋話呢個嘅文化價值，所有嘅一切嘅裏面咧，係位於一旦可以入，亦都可以進入嘅咧，另外一個嘅冰河。我哋今時今日我哋話要去揾一個美好嘅一個文化，喺翻舊約嘅裏面，我哋話。好多嘅民族，天主咧選咗我哋成為佢嘅一個子民，以色列嘅民族咧都係由一笪地方遷移去另一笪地方，另一笪地方去到另一笪地方，佢哋都係移民嚟嘅。我哋話喺呢個嘅世間，我哋旅居喺邊一度咧？我哋話有啲人會心想啊，我哋嘅去。離開呢個嘅地方啦，去到另外地方，個個都係移民，或者我哋會稱為我哋係難民，因為我哋有錢，因為咧我哋有知識，我哋有文嘅。如果我哋唔諗到咧，我哋嘅一個旅居嘅地方嘅天國係咪一路過都咁樣諗，係咪啊？再睇翻我嘅時間，原來喺新約嘅裏邊咧，何嘗嘅嗰啲嘅。我哋話聖家，佢哋唔係移民咧，佢哋何嘗唔係走難，係去到哀求啊？何嘗咧？呢度叫殺害。咁究竟我哋會話咧，如果耶穌嚟到呢個世間，佢都係移民，佢都咧係成為一個又好話唔聽，都係一個難民。聖家係願意係受一個咁嘅一個文化。就係話方便我哋聽咧，我哋真係需要咧係要開放自己，喺翻聖保羅致加林多前書嘅裏面，佢話我哋喺翻耶穌基督嘅呢個身體之內咧，各自都係肢體，我哋唔會話邊個比邊個叻，邊個比邊個咧係唔叻，喺端午節嗰度咧。我被邀請咗咧，係去參加咧一個嘅聖神同好嘅一個運動呢個啊，嗰班主持話神父你幫佢哋去浮神啦咁樣。咁我話咧，我喺翻我自己升咗神父三十幾年，發咗願咧五十多年，我從來咧我唔試過浮神。天主俾唔俾自己有冇呢份咁嘅恩賜啊？咁佢再問我時間話。係喎，2008年嘅時間咧，我同大家都要分享過一次嚇。當我係被邀請咧，係去一個嘅團體，又係咧會俾我咧有呢份嘅放手嘅時間。咁嗰啲嘅修女神嗰啲話：神父，輪到你啦！咁因為個個咧都瞓曬喺地下噶啦，輪到你噶啦咁樣。咁我我呢場即係嗰陣時我係非常之靈性話。等一陣都唔使，又唔等住未到啊，未到，未得住，未沉住。我成日都會擺一個咁嘅時間啊，未得住，未沉住。咁我個個咧已經係做完曬啦，喺天主聖神之內咧係休息嘅咁樣。咁佢哋好急住要話神父輪到你啦咁樣。咁點啊？咁唔通我即係咁我好啦好啦，勉為其難，即係一路行過去。咁當時咧係嗰啲嘅石板嘅。我都未行到嗰度嘅時間咧，已經倒掛咗喺地下嗰度，嚇到佢哋咧唔知點算啊！即係會咁樣講，倒掛咗，冇人扶，冇人食，但我覺得咧，當自己嘅喉枕
係跌落呢個地下世界，我覺得冇事。咁我將呢個經驗落翻俾佢哋聽嘅時間，就會話啊，淨係睇翻安多尼堂咧，呢個鳳強禮堂啊，三十幾個兄弟姊妹咧，希望你能夠係幫佢哋咧嚟防守啦。佢哋好嬲咁話話，我晏晝嘅時間咧，我話仲有啲嘢要做啊咁樣。我得啦，喺翻個好短嘅時間，我唔敢講咧，係唔係我嘅力量，係借助天主俾我嘅力量，啊，係幫呢啲嘅兄弟姊妹防守啦，有成三人之二咧，佢哋都能夠啊喺翻呢個地下度咧，係享有力量，係天主聖神之愛救成。咁我哋會問翻頭先嘅説話，我哋得嘅一個天主要俾我哋咧，有人就成為宗徒，有人成為先知，有人成為教師，呢度咧亦都好多咧係在座嘅係為人師表嘅，我哋需要點樣去作我哋嘅神恩咧？喺翻我哋嘅神恩嘅背後，我哋會點樣去做咧？行呢個嘅異能嘅時候，治病、助人、治理、講各種嘅語言，眾人咧豈能都成為宗徒？豈能咧成為先知？豈能成為教師？唔係神恩國語嘅時候，我亦都見到咧有啲嘅兄弟姊妹嘅能夠咧喺當時能夠咧係有啲嘅説話嚇，講出嚟。是天主聖神的可以说呢给他们的神恩有这个聖神的语言，也都有人呢能够去解，也都有人呢能够治病，也都有人呢能够去讲出这个呢是回应回在回这个的中途大事录里面的所说的。我们在回这个的世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作為咧係天主教嘅一個嘅教徒，我哋話如果我哋參加一啲聖會時間，係咪我哋係樹立我哋嘅一個旗幟？會話咦唔係喎，我呢啲聖會咧最巴閉嘅，唔知啲乜嘢嘅。我呢個聖會咧可唔可以比較叻過人？因為點解咧？哇，精英雲集，哇，唔知咧財雄勢大。我哋係咪起一啲嘅山頭咧？咦，原來起啲山頭就好似頭先嗰個三徒主義。教宗話翻俾我哋聽，佢話：我哋唔係要建立係樹立一啲嘅文明咧，就以頭先嗰啲咁嘅三徒。我哋唔係建立咧，就話一個嘅標旗立義，或者咧樹立一個旗幟，就會話我哋呢一個咁嘅聖會自叻。唔係，各位兄弟姊妹，頭先講嘅神恩國義，你咪小朋友嘅參加我哋輔祭會。或者其他的小朋友，今天我見到有些有些年輕人他們呢可以背起可以呢是播送一些的一些傳媒的一些的可以說是信息，這些就是我們各安其位各盡己職。教宗就告訴我們聽的，真的今時今日我們需要呢不是對立，不是呢造成一種相對主義。相對主義頭先你會見到啦，大家打完咗啲係乜嘢啫？建立咗一啲乜嘢喺度？係冇嘢嘅，係一個破壞，係一個泯滅，係一個嘅完結無他。如果我哋能夠係去開放個説話咧，好似耶穌喺翻今日嘅聖經嘅裏邊就會話：建立咧一個人際，我嚟咧唔係嚟到呢個世間。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呢他跟我附了入，因為他是 Christus 耶穌基督，就是附了入的一個使者，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我們不是說見高就拜，見低就踩那隻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受壓迫者咧係獲得自由，宣布咧上主恩慈之門。昨日我都係去咗咧，係幫一個嘅我哋一啲嘅校友啦，
慈慶嘅皇后嘅啊，佢嘅一個親人咧係做呢一個嘅啊殯葬嘅菩薩。喺翻中間咧，其中一個啊嗰、那個幫手做呢個嘅殯儀嘅嗰個，佢話：神父，你記得啊，你係一個慈有本事啊，你自己醒定啊！醒定嘅事，我做啲醒定嘅嘢啊啊！唔好啊啊！係忘記咗咧你嘅初心啊！見到一啲嘅有錢嘅人你就拜，啊見到冇錢嗰啲咧你就唔睬。哇！咁我曾經唔係一個咁嘅一個人，我都唔希望我自己做成一個咁嘅一個人啊！因為茫茫初心，我哋會記得咧啊！我哋大家都會聽過睇過咧，包師哥嘅行室，包師哥嘅阿媽。媽媽麥格麗達，麗達媽媽會點樣話？包師傅神父識咗神父嘅時間，佢話：阿仔，你識咗神父啊？啊，你可以帶咧好多人嚟上天堂，你可以咧使到好多人係落地獄嘅。啊！但係最重要一樣嘢點啊？你要有骨氣啊！你要長進啊！如果你係同翻嗰啲咧，哇有錢嗰啲係喺度混埋一層嘅時間，你唔好翻嚟揾阿媽。哇！呢個媽點？你唔好翻嚟揾阿媽啊！因為阿媽咧唔係屬於係嗰啲有錢嘅一啲人啊，亦都咧你要明白咧，你有一個成長咧，你嘅初心係為嗰啲貧苦服務。包師哥咧就承接落嚟喺今日嘅啊呢番嘅説話。咁我哋需要點啊？喺翻我哋嘅要做嘅嘢嘅裏邊，提供咧係對話同埋人際嘅。一份嘅友愛啊，頭先咧就係冇對話，誒兩個人係冇對話，冇友愛，根本都唔會講到係任何一樣嘢。提供咩空間嚟到作對話，提供空間。耶穌就係打開呢個書卷，以撒以亞先知書咧就係、是、咁樣話翻俾群眾聽，互相去尊重，要坦誠，互相咧去補足呢種種嘅。對話的文化、相遇的文化，我們可能都會聽得多。對語的文化是需要怎樣呢？讓我們會看看呢、啊、那些螞蟻、啊、剛才共建空間互相尊重、啊、不是相對主義，互相補足共用共存這份的共榮、啊、共存共榮，讓我們看看呢螞蟻的故事。A drop of water on the tree leaf. 12 ants have gathered to drink. What's amazing is that the ants have divided themselves into four groups. This is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the water drop from tilting and then falling to the ground. This is science of ants to cooperate.And divides the share of water equally among them and give everyone his rights. 螞蟻都能夠有呢份咁嘅本能，何況我哋人咧？各位兄弟姊妹，係咪？如果我哋話天主做人呢份咁樣嘅一個奇妙啊，十二隻嘅蟻唔會使到嗰滴嘅水啊，係滴去任何地方，嘥咗嗰滴水。十二隻螞蟻都能夠咧去啊，去穩妥地咧係使到佢即係啲水咧唔嘥。呢個就係話翻俾我哋聽啊！我哋睇翻今日嘅耶穌將呢個書卷係卷起嚟嘅時間啊，群眾會注視住咧就係、是、主耶穌啊，
群眾咧會注視住祭，啊，天主咧會打發呢個嘅信臣咧去睇嚟俾我救回天地之門。啊，我哋要去憂啲乜嘢咧？啊，我哋係咪仲係憂愁因為佢一個？唔係，啊，螞蟻都唔會識得你點去啊去憂愁因為佢哋識得係去忙，讓我哋都能夠咧去尋覓到為主係事之，為主咧係事從。啊！呢、这個咧，先係我哋喺呢個嘅世界啊，我哋所追求嘅，讓我哋咧能夠啊，祈求呢一個嘅主教代表嘅會議咧，大家能夠咧將我哋嘅聲音、將我哋嘅意見咧，去反映出嚟嘅時間，求天主咧好咁樣帶領我哋嘅教會啊，使到我能夠咧可以話一滴嘅水一縮一斤，大家能夠分享到，大家能夠有呢份咁嘅共鳴嘅説話咧，我哋可以咧。是不單止我們自己是收得成聖，是帶到更加多的兄弟姊妹是收得成聖。今天我們都多謝我們有位的兄弟帶了在另外的一個地方一些青少年的他們的一些心聲是一陣間是共獻出，而且我們很希望是將這些心聲是會貼在我們的這個的十月的在这个玫瑰墙的上面，由圣母呢是将这些玫瑰花将这些心呢是成奉呢去给天主，使到我们的任何的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思念虑呢所有的一切里面都能够呢奉献给主耶稣，奉献给天主，天主圣神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信經各位請起啦，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他所創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他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与聖父同聖同體，單不是即將他而造成的，他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落下，他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垂的肉軀而成為人，他在管着比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而被埋葬，他正如聖經所載，第三日復活了，他升天就在聖父的右邊，他還要光榮的降臨，審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國萬世無疆，我信聖神，他是主及父與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共化，他和聖父聖子同受恩寵，同享光榮，他曾藉先知們發言，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中途傳下來的教會，我承認赦罪的聖體只有一個，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各位兄弟姊妹，普世教会第十六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将于2023年10月举行。今届的主题是教会的共义精神，尤其在共融、参与及使命方面。今届的会议是会分为各个阶段进行，由今年10月17日起，在每個的教區啟動共義階段，
為此，我哋就為教會嘅各個成員嚟到祈禱。請為教會共融合一祈禱，求主派遣聖神帶領所有信友團體、地方教會與教宗一起互相砥礪，同道偕行。為此，我哋同聲祈禱。求主保聽道。請為信友參與建樹教會祈禱，求主派遣聖神開啟眾人嘅門户，使能積極參與教會事務，尤其關注弱小及邊緣人士。為此，我哋同聲祈禱。求主扶持我們。請為信友履行福傳使命祈禱，求主派遣聖神熾熱我哋心火，發揮基督徒嘅獨特身份和不同嘅神恩，在社會生活中見證天主嘅美善。為此，我哋同聲祈禱。求主扶持我們。現在就讓我哋靜默片刻，為各人心中嘅意願向天父祈禱。願主垂允我哋嘅意願，為此我哋同聲祈禱。求主扶持我們。咁而家咧，就讓我哋一齊嚟到祈求聖神降臨。我哋一齊喺翻我哋嘅冊子嘅上面咧都有。天主聖神，我們因你的名相聚你台前，你是我們的唯一導師，請你居我們心中，指引我們在走之路，教導我們如何前行。我們心性軟弱，容易犯罪，不要讓我們製造紛亂，不要讓我們因無知而誤入歧途，因偏執而犯錯。願我們在你內合而為一，持守真理，實踐正義，同道偕行，邁向永生。天主聖神，我們向你敬奉以上的祈求。你是全住主，運行不息，你與聖父及聖子共用相同，與無窮世之世。阿們。各位聽眾，預備祭品都讓我們一起去唱《第818首護衛者聖神》。
兄弟姊妹，请你哋祈祷，望全能嘅天主圣父收纳我同埋你哋共同奉献嘅圣祭。我身在天主圣父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你光荣他的圣名，有让我和他整个圣教的益处。上主，求你悦纳我哋以敬爱之情向你献上呢一个生活嘅祭献，求你赏赐我哋心地正直、信德坚强、虚心受教。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阿门。愿主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以心归向神主。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你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你时时刻刻将适当的恩宠分施给众人，并以神妙的措施领导和治理你的教会。你藉着圣神的德能不断帮助教会，全心投靠你，并在困扰之中寻求你的助佑，在喜乐之中常能知恩报爱。为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以及天上诸神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上主天主，你实在神圣啊！你应当赞受赞美。你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上面，常以信实的慈爱陪伴住我们。天主，你的在圣子耶稣基督那里也都能够受到赞美。他以自己的爱将我们聚集起来，并亲临我们中间，正如他曾经亲临门徒当中一样。我们深信现在他正为我们开启圣经的话，并为我们擘饼，如同他为厄马乌的门徒所做的一样。所以我们恳求你仁慈的父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的面饼和葡萄酒，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在舍身受难的前夕和他心爱的门徒共进晚餐的时候，拎起饼来感谢了你，将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这样说：你们大家拎去吃，这个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亦都拎起杯嚟感谢咗你，交俾佢嘅门徒，咁话：你哋大家拎去饮，呢一杯就系我嘅血，生而永久嘅盟约之血，将为你哋同埋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哋要咁样做嚟到纪念我。上帝的我
正着苦难他放官，背诵了我们的自由，求你拯救我。为子之圣的父，我们纪念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你带领他通过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到达复活的光荣，使他坐你的右边。天父，直到救主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不断宣示你爱的工程，向你献上这个生命之粮和祝谢之杯。求你垂视你教会的献礼，基督的逾越牺牲，使我们在分享你圣子的体血之后，藉着你爱情之神的德能，成为你圣子的肢体，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求你以福音之光更新我们这个香港的教会，使信众和牧者紧密团结，同埋我哋嘅教宗方济各，我哋嘅主教若望，同埋后任嘅主教施德望，同埋你嘅全体子民都能够同心同德，喺充满冲突同埋纷争嘅世界作和平同埋合一嘅见证。上主，喺我哋结束呢个现世旅途之后，求你接纳我哋进入天国，同埋你永远生活喺埋一切。嗰陣時，我哋將聯同天主之母同精靈福瑪利亞，佢嘅正佩戴聖約瑟全體宗徒同埋殉道者聖路加，以及所有聖人聖女，永遠藉住你嘅聖子耶穌基督光榮你、讚美你。全能天主父，愿一切崇敬我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你在圣神的团结中，多光愿你，直到永远。就是共融和合一，他的远的实力就是爱，正面的文化让我们都能够怀着这份的心和天主呢，去消解我们的人的彼此之间的恨或者呢怨，这些所有一切让我们诚心和天父呢作我们的恳求。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狱之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都
稣基督，你曾经中途咁话我将平安留俾你哋，将我嘅平安赏俾你哋。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过，但系睇你教会嘅信德，并按照你嘅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系天主永生永王。啊愿主的平安使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活出基督的平安。请睇除免世罪者，蒙召嚟赴佢羔羊婚宴嘅兄弟姊妹系有福嘅。全我都跟你从我心里来，只要你说咗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根據天主教發展，只有已領受初領聖體的教友才至可以到祭台前領受聖體聖事，其他人士留在座位上面，我們會為你入口。另外如今有自知犯下重罪的情先犯錯告解，然後先領受聖體聖事，最後為保持衛生，教友只能手領聖體暫停口領聖體，領聖體前後應用小毒搓手的搓手，結隊的時候應該保持社交距離。多謝合作。領主榮，我哋一齊永唱《頌恩第532首》第532首《天主聖神》。天主的巨器，施作温柔。
我看见将世现世中即将快，再听到那夜琴声的世界，星辰啊，云有天际，星吹遍海角天边，人中你所愿。那天主的旅程，使我温暖。若天主圣神已过这心一片，人景已翻覆到重温自卷。圣神啊，知我想得见。请吹遍海角天边，任在你所愿。吹我苏醒，那天主的归期，使我温暖。心，特别主耶稣咧入住我哋嘅内心嘅时候，祈求佢打发天主圣神，去启迪我哋，俾我哋有真正嘅气息，俾我哋有真正咧通我哋嘅经脉，所以我哋嚟讲咧，好接受咧呢一个嘅世界，而且咧，使到我哋系生存喺呢个世界，但系咧我哋唔系属于呢个嘅世界。Thank you.
領主後經各位成起啦。請大家祈禱。上主，我們的天主，你以天上的食糧養育了我們，求你以聖神充滿我們的心靈，使我們現在所虔誠領受的食糧賜給我們永生，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爸，各位請坐。今日共有六間堂區通告、四則小堂通告和一個牧民主日的提醒。堂區通告一，聖母回饋月要開始，請大家熱心重視回饋經。另外，堂區提供神花卡給大家，方便教友記錄全年奉獻給聖母的神花。請各位將神花卡於十月底前掛在堂區聖堂內的聖母玫瑰祝福牆上。所有神花卡將會在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六點被集作奉獻，詳情請參閱包聖堂的直播版。二，本主日上晝，樂融融之愛心派口罩，將會去到附近的街道派口罩給有需要的街坊，協助復傳。有興趣的教友請在十一點半到母幼堂報名參加。三，教區全幼稚慶典將會在下個主日十月二十四日下午兩點半到五點，在聖母無緣聚主教座堂舉行，包括公年回饋經、明宮聖題和太典禮。各位可以參加網上直播慶典，詳情請參閱堂區海報。四，
堂區支持香港文愛籌款，邀請大家慷慨購買同埋協助銷售2021年文愛慈善收入券，讓社會更多貧困病弱者獲得所需嘅服務。2022年每日聖言已經出版，堂區鼓勵教友購買喺疫情下生活，大家可以藉著每日嘅讀經同埋祈禱，信賴天主慈愛守護，滋潤自己嘅靈性生命。堂區辦事處有售。小堂通告一：為幫助教友認識玫瑰經嘅美妙，小堂邀請各位教友喺十月玫瑰月每個主日彌撒後，一同前往聖母岩誦念玫瑰經。各位可以先填寫個人嘅祈禱意向，放在小堂內的玫瑰聖母祝福牆上，所有祈禱意向將會在10月31日彌撒中奉獻。為鼓勵大家熱心參與玫瑰經的祈禱，小堂亦都擺放了玫瑰念珠送給各位。而司定會現成邀各位小朋友手繪聖誕卡給在囚人士，聖誕卡規格為白色 A4 紙，請使用木顏色筆繪畫，紙填色不可以有貼紙或者附加其他物件，可以寫上聖經金句或者祝福語，而不記名，截止日期為11月28日。各位小朋友可以在11月的四個主日離實後放入小堂內的收集箱。三，請各位教友可以在離實後將奉獻自行放入設在小堂門口和 MMLL 室的捐獻箱內。四，請各位教友離開聖堂前使用消毒紙巾清潔自己坐的位置，包括座位、櫃凳表面並妥當配置。最後，堂區再次提醒有關颱風和暴雨警告的木文指引，當8號或以上的颱風信號懸掛或者黑色暴雨警告已經發出，不論是平日或者主日，聖堂和彌撒中心應該關閉，信友無需參與主日彌撒，但應行善功以代替這項本分，例如閱讀聖經或者念玫瑰經。如信友罔顧以上指引而導致意外，教區和聖堂將不會負起任何的責任。如果8號或者以上颱風信號或者黑色暴雨警告在彌撒前2小時或者更早的時間除下，彌撒將會如常舉行。堂區及小堂通告報告完畢，主有各位，各位請起立。另外少少咧，就係一本書咧，係介紹俾大家。如果邊個係愛讀書之人啊，就係教宗嘅一個通譽。眾外弟兄已經有中譯本噶啦。咁咧就咩咧 ？Pope Francis on Fraternity and Social Friendship。咁咧係非常之有呢個啟發性，係今時今日我哋要面對嘅啊呢個嘅社會、國家、民族、文化等等。咁我哋雖然咧真係有懷住呢份嘅心，有一種兄弟親和的心呢能夠對話，大家能夠相遇。願主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阿門。最能夠在主之內是共建這個空間，彌撒禮聖，感謝天主。禮成永遠，我們一起永唱頌音第247首《路德聖母》。Thank you.